你知道吗？到了新学校，有人欺负你的话，不要怕，也不要忍耐，回来告诉妈咪，妈咪会保护你的。这是小米和燕伟，因为搬家还有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，从今天开始转到我们班上。很巧的是，他们两位的妈妈都是外国人哦。那小米、燕伟，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妈妈吧。我的妈妈，她是越南人。同学们安静一下。我妈妈是日本人。哇，听说日本妈妈做便当很厉害耶，可以再看一下吗？都这样啊，讲求精致但量都少少的，故意的啦。小米，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你的日本妈妈啊？快了。今天怎么会想帮妈咪折衣服？有什么？可以帮我送便当到学校吗？当然好，但是你要习惯穿墨镜，快出来吃饭好不好？你那个哦，你那个空姐，哎，不对，空姐，你那个空姐，你那个大师，你那是空姐。痛不痛？小米是妈咪的无敌星星。喂，国语课本。哦，有看到了。我身上这套衣服叫做 Batik， 是来自我妈妈的祖国印尼。无论我妈妈是印尼人、日本人还是火星人，她都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最爱的人。接下来我想要唱这首歌献给我最爱的妈妈。